应该是史上气势最强的一次攻击。我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丁真的蔡奇亚，也是我们这个男主角呢阿雄他画的收宅。那这边的一进来的时候，你看到，这真的是我们的美术太厉害了。因为我第一次来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说这个市场里面呢是重新搭建的，它本来是一个完全空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你看到一景一物呢，全部都是美术道具做出来的，超厉害的，有一种台版功夫场景的感觉。啊，这有人拎了。有我有不然听说说一定要，哎呦，大猩熊抱小熊熊，那怪乖的。我来了，怪你，演到那条进来，这儿。呀！哎，姐啊，拍谁啊？你把我过去，你摸一下。好。那客人好了，姑姑你家早，可惜没有这赛事。你要不要？买鱿鱼送瓜子，还是买肉干？送猪吗？送娃娃。绕过来，哎，有一场戏我们一镜到底的，我记得呢，连鸡都很会演戏，哦，鸡都非常有戏，因为那个鸡一抓出来，咕咕咕咕咕咕，哦，我就闪了一下。过来之后呢，传统战场里面还有什么圣米埃啦？这个呢，用赏非常爱算的地方。你还不晓得嘞，我怎么讲啦？这里吼，我四块三九九，大家拢嘛羡慕你。那我常来跟那个我们的这个秀莲姐呢，常来跑来这边偷吃她的肉干。这边是我的主要景啦，阿华，哦，蔡切阿华叫卖的地方。没想到我这个兄弟呢，居然是卖内衣的。啊，阿华今仔甲大家介绍朋友啊，赶快的物件，我用工厂直接取货哈，百人五百，百人十，百人一千块出单哈。制造外销成本100%高级的纯棉内衣，喜欢高级的话，赶紧跟我讲，讲三号零号机动暴露，投保火力重建事业线哈。那没有可能随机卖，按下的名贵了拜，哈哈。不管你是 A 罩杯、B 罩杯、C 罩杯，穿上去通通变成中号杯。所以你别怪是卡槽，卡槽，你别怪是。哎呦！我一定要照个镜子啊嘛！没有，你们来给他看哦。哎、欸，卖个灰哦，是你讲的哦。